这个就是其中一套我买给我女儿的，就是有这个啊，咚咚锵，这个中国结啊，非常的应景啊，对吗？这个就是穷山嘛，然后呢，我就准备了这个，这叫什么啊？有点就是旗袍，然后不是叫旗袍，这个叫唐装，呀呀呀！然后这样配在一起就是很有中国。哎，你还有练呢，好厉害，还会小细节你要注意得到的。OK， 如果是你，你会怎样？哦，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，因为我女儿头发很少，所以呢，只能用这种 ribbon 来帮她，就是遮一遮啦，这样子。那么如果是像是好像去拜年。那么一定少不了就是要戴这个 sleeve ring， 那这个非常的时尚，你看，就穿上去就也适合你，刚刚好你的腮好像也可以穿，还可以就是当着我自己穿，哦，不要这样子，跟我女儿什么母女装吗？我会戴上这一个，然后呢还会就是戴这个。哇，拿不起，就是我跟你讲，超黏，就是超级黏，怎样棒啊？棒啊！嗯 ，OK，OK，Sorry， 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就会戴上这个 clip mat， 又是粉色，粉色的，哦，我是那个，真是好粉哦。对，然后呢，还会就是准备两个汤匙，对，一个是我会喂他的，一个可能他自己可以自己用的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他的奶瓶呀，奶瓶瓶可可爱，重要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为他搭配的，就是有点懒惰的感觉，好像全部一模一样，因为我觉得看上去就是你的孩子，粉粉的，远远看着 Akina 是 Akina 来的，对。OK， 会怎么搭配？对，这个你看，我讲我喜欢白色就是白色，连唐装我都选白色。OK， 然后现在我的孩子是两岁，但是两岁呢还是有在喝奶的，所以出去拜年一定少不了奶瓶。这次我选的蓝色，因为它是 boy 嘛，蓝色。然后你看白色配蓝色也是很漂亮，就是很搭。对对，搭起来真的是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会配搭这个。一定要带热水壶出门，因为你要泡奶。所以这个白色，我就选择白色啦。像我就不会只选一个颜色，我是比较勤劳的妈妈呀，所以我会 mix and match， 尽量加油 mix and match 不同的颜色。OK， 这两个就一定会带出门的咯。然后呢，我会准备一些，就是这个 squeeze bag， 我会准备一些 juice 啊，带出去人家家。So that 他不会跑来跑去，可以坐下来静静吃东西。应该很难吧？很难，对，现在太难了，所以要用食物来吸引他。对，所以我就会把那些 juice 放进去里面咯，然后他可以在外面吃，也非常方便。你看啊，它其实很漂亮的，配起来，哇，这样吃起来也很时尚啊。对，就是，然后拍照也就非常的好。对对，看，对，给大家看多一次。